来，今日请坐。面带笑容，跟我伫做兵人无共款。做兵做啊第三工，我就一直想要逃兵。啊，但是迄阵就想讲，逃兵的时阵要半分法啦。啊，迄阵我嘛毋知即个论述。啊，若要知影讲即个论述哦，我就直接甲伊讲，是毋是？啊，知影是已经在老啊。以前知影不晓得。安尼吼，咱受过分的人，是安怎爱受分？我头一天第一节课，我甲你问到，你知影受分的目的伫无？你怎样认识？这是啥物？美国 CIA， 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代表一再强调讲，你准备好了没有？啊，无凊彩，我若要甲叫几摆个啊？我捌的人，安尼叫几摆，安尼来做这个政府安尼会使，啊，伊会刷你啊，对不对？但是伊把你规定先做清楚，你要有制定法律，这点发明。咱有迄个公民权利法案，咱大家无啦吼。但是州政府甲几位参议员完成的时阵呐，迄个州就开始申请公民的身份证。啊！你讲啊，我都已经有一张叫做中华民国身份证，啊，搁请一张台湾身份证。啊，这台湾身份证要创啥？你定会问的吗？其实，迄张身份证吼，迄当我咧选市长，伊嘛有发一遍，我拢完全照国际法，迄当拢无像即摆呢，逐项拢照法律，哦，先通过权利法案啊，参议通过，啊，了拜托州内阁，啊，搁州参议拢总好通过。啊！美国讲 ，OK， 你请一天，你拢照法律来。其实今日陈先生啊，跟东山先生啊，讲遐话我拢听。地主宅你嘛知影，早有甲咱演讲过。地主宅伫今年十一月初六的时阵吼，咱成立国务院的内阁，含迄个时阵成立的时阵啊。伊甲我讲一句，啊，那台湾要建国遮尔啊简单，阮以前拢无想到。有啊，以前我昨昨日嘛有甲恁讲啊，以前想到是啥？大家创一个台湾国局，台湾共和国，台湾国临时政府，哦，台湾什么法什么法？啊，台湾你若讲要建国，你就建国，啊，你台湾独立人民，拢惊。我相信你今日坐在座的各位，你已经知影讲是哪位行唔对，你已经清楚过。反正讲一句话真简单，你台湾要建国，照这条路行嘛。到下礼拜，伫华盛顿 DC 办酒会时啊，国家安全会议代表，啊，咱的人讲，不是讲我一人听到哦，大家拢有听到哦，伊甲咱遐代表。参加酒会，但我无去啦。我现在无去，因为我无中华民国护照。啊，所以有的人就讲啊，迄网络我白讲啊，哦，哎，你把迄个林志兴拒绝啦，我爱给伊签证，看到鬼嘞。AIT 叫几啊摆，你邀请我去，我唔免护照也可以。啊，我想奇怪，没有护照也可以是咩啊去？我本来想啊，为钱多敢去？啊，去倒来拢比遐，啊，就是我若出现，扛下来一个翕，害伊啊！用个讲话，害伊啊！我主张讲，我不是中华民国的人，你听中华民国何事？无理，这是原因。咱即款民政府这个身份证，是要伫美国制造，不是伫台湾咯。迄张差不多是 credit card 信用卡大小，这个信用卡大小内底。
有晶片，植入晶片。这个晶片就是你若要经过美国海关的时候，唰，资料就隔离出来。所以这张护照，这个身份证的用途是啥？所以美国甲咱讲，若是民政府的身份证，若要去美国，唔免 interview， 唔免去面谈。这是咱甲伊协调讲，啊，要有对因来讲，对咱来讲有啥物好处？啊，你若无好处，三年要申请，都是这份身份证，买单去买多钱？打对折的电脑票，当然我袂使。但是呢，咱有同志吼，伊当时有申请，申请迄个护照，我嘛摕护照去买多钱呢？会使呢？车是半个。你六十五岁以上就会使电脑票，所以可见哦，我甲试几啊摆吼，中华民国体制的代志拢无咧，我甲你直接讲，哦，袂使，你袂当，你袂当用迄本护照，所以迄本护照基本上有效，啊，而且迄本护照有两个人有去试，钓鱼兄嘛，有真济嘛，钓鱼兄伊迄个咱摕一本护照啊，伊去日本啊。啊，后壁迄个张明显、张主席、农民党张主席，当主席，你讲你的名，你拢头拢合起来，都我来讲，你看伊关倒啦。若讲因两个人摕迄本护照，在高雄发的身份证啊，外商银行也可以用。哦，外商也可以用。迄两本的护照，那照道理啦，他别讲因要去的时阵哦，我嘛担当嘞。嘿，这份客气，伊两个在贵。会啊，会哦，会贵呢，不是袂贵，还假护照会贵呢。有啊，有问啊。迄关岛哦，吼，几十个，日本嘛几十个，甲翕相翕翕的。啊，翕看到台湾平民政府，迄 logo， 迄个 logo。呀呀呀，旗帜啊。伊有甲伊讲啦，讲吼，即马国务院哦，外务省还袂承认啦，叫伊用其他的物件。但这本要行的时阵哦，来行行一个礼啊，九十度。您，那个林德明伫遮，你问伊就知道。对啦，吼，伊足勇敢的吼，啊，我是提心吊胆，啊，我即摆来阁无共款啊。这几年来非常有自信啦，要安怎行非常清楚啦。比如讲，咱就照安尼行，迄、那个国家安全会议代表伫九月八号时阵，甲咱讲啊。这下好啊！我美国人已经替你开一条路，一只，你照这条路甲行去，啊，就当达成你的目的。所以今日，咱大家人行做伙去行过，啊，这上较轻松啊！我无叫你去革命呢，我无叫你讲安坐倒啊去甲喷呢。台商可能要这个。所以，现主席来讲，咱。本土的台湾人，过去他们讲，咱认识不清。他们讲，咱东山蛮认识不清的。伊到今日为止哦，中华民国还阁是认为中华民国是咱的国家。对啦。中华民国其实跟台湾是完全不搭嘎啦。啊，什么代志？每当这边人来讲，都是中国的压迫啦。我讲无遐搞啦，就用中国无遐搞啦。伊咧讲认真啊，搞这个代志我知影。伊是美国国安人会有讲啊，一项收件都不收件的 ，no qualified 的，唔是讲收件。来，你去报什么物件？我问伊，伊若讲过来，甲你收件，台湾甲你收件，因为你台湾的所有官证伫倒，你提出来，提袂出来。啊，台湾的人民是你台湾人，有证件无？提出来无？提袂出来。啊呐，当然那是无国籍啊。是这个问题哦，实在讲嘛，过深啊。所以今日咱伫这个所在集合，因为今日下晡了后，大家算毕业啦，咱们会发一张证书哦。但是我要甲各位预告啦吼，四月二八拜四，所谓在是九点半。要去庆城街，台北的庆城街，日本交流协会头前啊，
来集合。那十一点的时候，为庆生先走路走去 AIT 信义路，去信义路以后，甲美国人散会，啊，甲因要求互伊，一寡他们看是来演戏啦。咱甲日本的交流协会，甲美国的这 AIT 事先都有沟通啊。所以每一摆咱来去遐个，去遐行，伊拢足欢喜的，拢笑笑笑，拢伫笑啦。唔是讲，甚至，若要接咱的迄个请愿的吼，绝对是伊的发言人出来讲。啊，那以前我甲看，有真侪台派啦，还是台湾的团体吼，去甲抗议的时阵吼，啥物人来接伊的请愿，你知不知？警卫，当然咱这个团体是由快点人出来跟咱讲，这代表什么代志？美国人咧做代志非常清楚，啊，带你问迄个代志 ，AIT 接管中华民国海关啊移民署，咱有甲翕相呢，迄当然咱有甲翕讲，伊美国人飞机落来。经过 AIT 邓伊娜，啊，就出去啊！咱有专程甲翕相，啊，我都在唔知是讲伊中华国民国的这吼，伊即马讲吼，为了方便，啊，那为了方便吼，那就讲伊签证业务暂停。但是第二天已经叫400人的飞机先去签证签多少天？准备的人住在你台北，回来在台北落来，所以有人讲，啊，一架专机载八个人，不是啦，伊是清团工啦。当时咱即摆受过问以后，恁爱各位爱干，州长多多联络联系，非常要紧哦。因为即摆开始呢，咱的几位州长伫即礼拜，阮大家也聚会。聚会以后，我们来讨论州的内阁，啊，州的参议会，大家人吼，你得让自动，我要坐这位，毛遂自荐，我坐这个位，我一定会办到真好，我相信恁的几位州长啊，拢会同，我刚才咱现主席。在州的内阁，含这个民政府的内阁，咱的任期，因为今年7月、8月年底才入来，所以这个头前的任期，咱是算五档。啊，后摆一定会连任一档，做九档。这九档唔免选举啦，但是那众议员，咱就开放吼，台湾人去选。恁爱选举嘛？恁最爱选的。啊，欢迎去选！啊，咱喜欢咱，咱唔免选，军政府、军事政府。军政府拄开始的时阵，迄是占领行为呢。虽然占领已经占有够久啊，吼。从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到今日，其实拢是占领。只不过是台湾人唔知影，因为。但是算讲是人家啦，我不便讲实际。我讲，我相信恁大家在座拢会足清楚。啊，买卖修改了，因为第四次是2223/24，啊，这个是方方面面啦。哦，我现在来嘛足注意的。伊上头的呢，我甲何瑞恩去找伊吼，哦，伊欢喜个呢。哦，我支持，你去告美国，啊，爱偌济钱，拢我来出。伊正讲开始告了，去法法转来找伊，法法迄个，迄当阵李树斌那个什么伊，转来找伊，一找伊时阵吼，就讲这无可能啦。伊讲吼，我伫美国咱拢无听到，正个美国政府甲咱讲是安尼，根本就是含因，即所谓的独派。拢无联络。我甲国语国讲，我亲自问迄国家安全会议甲 CIA， 我甲问啊。
中华民国现主席伫美国 DCA 的代表，是和啥物人咧见面？恁知影？啥物人拢不爱甲伊见面？科长下骹的助理，搁再助理，上侪是迄个天波啦。所以，变作讲咱民政府和美国之间拢啊，伊足正错个。因哪有可能和阮都无联络啊？啊，咱哪会甲恁联络？歹势，咱是照发你。美国若果无要照发你，会搁甲告我。四月二八，咱是先礼后兵，先甲日本人送花互伊，甲伊讲，兴台湾人的日本国籍兴献我。我甲你讲，即马因开始知影讲咱这个团体，拄我开始的时阵，伊会兴无？会兴无？可能会兴，因为最近哦，台湾人咧，台湾人哦，去甲伊帮忙哦，伊偌欢喜个呢，迄外无性，外解无性，欢喜吧？所以因遐人安怎讲呢？你讲哦，以后台湾若有代志哦，阮日本人已经跳出来，第一个去甲恁救的。我拜托，你免甲伊救，我来救你就做差不多啊。你甲咱国际性吼，咱国际性吼咱哦，我中华民国离开啊。我以前我咩问题，我嘛问陈唐山嘛。你中华民国，你中国共产党即马开始歪讲台湾是也。一部分啊，讲靠引水啊，核心利益啊，对啦，什么叫核心利益？我听过了，所以呢，各位已经真清楚，即马清楚过来是命行，所以坦白讲哦，咱虽然是有一个团队，你领导讲，大家你行，拢足小心的，烦恼呢，若果伊行唔对，都互大家骂死。所以要怎麼做，一步一步，啊，你要怎麼配合？我說得很簡單嘛，你在民間的時候，和一般人在說話的時候，議長愛說，啊，那本書啦，我還說書啦，問你問題，你答不出來，你不用說，哦，我打電話給你博士，我來問看看，你不用，那本書裡面都有，邊開看，對一個地方看看，你就會回答。所以哦，不是讲咱受训三天，啊，你就变做万事通，无可能。这无呢，我什么工课拢无你做，干那读册尔。我一世人唔捌遮认真，我无甲你骗。我读建中嘛是煞，包括你读日本的战争法的时阵哦，我做完嘛未想讲，我今日爱用战争法做这理论的论述，啊来讲下遮人听。我是人家提迄个博士用战争法做博士，你知不知道？我跟你讲实在啦，因为吼，迄无人伫教，教授吼，教授吼，要给我分数吼，简单，较容易毕业啦。啊，无想到讲读册倒来讲咩，去中国去了钱了了，交关收税做倒来了。啊！你怎啊？我甲你读国史啦！啊！我一日看我啊，夭寿哦，65以后人唔知影，所以坦白讲哦，我感觉这命运啊，天的命运安排的啦。伊的北方四大，伫咱日本册内底嘛有写。迄个九号的时阵吼，日本有人要来，叫咱家己上。用八方速度变哪坐都等，但是我是讲吼，我给你帮忙八方速度，你嘛爱帮忙台湾，爱交换条件。所以，咱中山头拄你讲啊，咱来当将日本人甲救到底，老大咱就甲救到底，变烦恼。咱这边水灾，免水灾地震，咱嘛甲送水。啊，咱的团体吼，毛甲无款。哦，1500安尼叫叫叫，我所知诶，甲顶礼拜敢有30几万？32万吼。好啦，啊，就因为咱诶成员即满200几个嘛，啊，即阵大家讲一人1000块嘛，
对吧？啊，你一千块，我知你嘛买车还佫一千块，我知。所以别等着一千块给你提。过来就是，我要拜托你各位一个代志，迄两支机啊一定要买。啊，你买回去以后，还佫开200块加250块去买时间。你唔通用迄德哥啦，好无？我你拜托，吼、哦。你你两支机啊，你送来我互因看下。迄机啊吼，迄两支机啊吼。多啦。竹竿还是梯子？竹竿。竹竿就可以吗？前面拉开就可以。啊？前面拉开看就好。不是啦，迄两支啦。最低的。迄个军事政府遮领旗，甲迄个迄个。民政府。甲民政府啦。会、欸、你甲看吼、喔，你伫外口捌看到即款的竹竿无？有啊，八块嘛。八。八块有啥物啊？啊，你去啊看美国的内政部，你你游行的时阵吼，花街游行的，迄、那个头甲这个头同款无？同款。一模一样。那外口有够好个。好咩啊？这是印尼老鹰啊。哦，这是国金的啦。哦。这个，这等一下，这恁来，恁来宣布，哦。我跟你讲吼，这下恁啊，你怎么咱这是安怎卖？怎么卖？300块？两支500。所以我拜托各位吼，你一定爱到三间，好无？因头前嘛是足多人做甲要害的，啊，你就真简单啊，你若买，你啊甲插起来就好。我跟你保证吼，绝对无代志，而且呢，你若插起来吼，一定有美国人会去甲你翕相。我要让美国看到啥？就是讲啊。哦，美国人，美国人哦，你听，一到水查的，马上美国人去跟你交。所以呢，所以你甲查到吼，较悬的所在，足明显的所在，和美国去去。安怎讲呢？美国伊即摆买一万吼，伊嘛伫丢毒呢。啊，你台湾人拢唔知影这个论述，是讲美国人一万顺吼。很容易中华民国会制造吼对美国人的反感，讲吼美国甲咱占领，美国甲咱安怎安怎安怎，我无甲你骗。所以伫即摆情形之下，咱来配合，一样挂出。所以4月28，每一天呢，每一个人爱炸一支鸡啊。啊，美国，你讲话去，点点拢管。不啦，一人炸一支就好啦，哎，一人炸一支就好啦。日本官，咱这边，咱会，因为咱那个 AI 去日本的交流协会，是咱普通时安排同款。第一条我是叫做出 ICG 台湾要主题，要主题啦。第二个日本的国歌，第三美国国歌。好，地方电舞啦，好，地方电舞。爱人心啦，爱人心啦。所以呢，就是讲今日吼，今日咱这个课已经准备到最后，但是我要再甲各位讲，我相信呢，虽然是到最后，恁嘛还佫有足侪问题，感觉讲唔知影，唔知要安回答，不要紧。国民党诶，若要来参加咱，你要甲欢迎无？欢迎，欢迎，对。民进党要个欢迎无？欢迎，对。咱是真真正正台湾的 third party 第三个势力。你美国甲咱情况，所以呢，第一世界甲第二世界甲咱无关系。咱是唯一的一个势力。从前段刚开始，甲美军撤侨过来，这代志已经拢非常的清楚。过来就是大家要帮忙州的政府，那个州长，可以较紧用上紧的速度，会当组织州参议院甲州的内阁。大家可能过来甲问啊，啊，你组织这爱爱机会无？爱机，但是敢有甲你无反？无嘛，不是讲你买一支机啊300块，安尼就有足侪钱诶。
其实咱是要安怎呢？咱要维持咱上最基本的开销，后壁的钱啥物人要付咱？美国爱付咱，这叫做重建基金啊。哦，有利有利。这个重建基金有偌济？四百亿。代表美金。哦，啊，你会问讲四百亿美金啥是对？伫我初到美国迄当阵，第三册拢总英文的部分，内底两百几页，迄笔钱是顶款，迄笔钱是为倒来？迄个时阵是1952年时阵，单行向美国政府，迄当单行嘛，捌做台湾的新主席，伊向美国的政府要求重建基金，美国人甲伊讲，你会当来申请。伊当伊要求2.6亿元，啊，讲唔对，2.5亿。5600元，啊，这个钱，在美国是讲七年一澳，是，到今日为止，拄拄啊好，400几亿，所以这个钱不是我后面讲的呢，都是美国甲我讲哦，有啊，恁的重建基金有400亿，我嘛想讲奇怪呢，我拢看美国国会也无迄个预算讲有一个400亿放伫遐，后尾伊讲啊，你家己写，你唔知影。我唔知，我写我当时写，因为迄是律师替我写，我唔知。迄个部分律师有迄个资料，内底登一个黑色的最高机密，所以是密码嘛。所以唔是咱直接咧乌白讲，这就正。啊，但是你嘛今日要甲美国讲，叫伊要拨经费予咱，咱家己本身嘛爱自立自强。美国一直讲，啊，恁拢无要照顾恁家己，安尼我答袂。所以呢，咱是咧决定讲，咱慢慢照常维持这个组织，会当运转，会当进行。到某一定的程度的时阵，美国会帮忙。美国嘛，就当时有叫咱做预算表，我甲各位报告。哦，做好。但是做好以后，咱在内底，在内阁，可能这两天还是后礼拜不会提出来。提出来以后，给美国看，美国来讲会使哩。提出来了后，还佫经过咱的参议院通过。参议院通过了后，再经过爱分配，哪个州方面来分配。所以一切是照国家的方式去进行。啊！即个话人讲哦，啊，我歹势，要信嘞，来上课。啊，歹势嘞，叫伊到边仔蛋花店。总有一天，伊会发现讲，迄个排队地方，非常抢了了。所以呢，当然咱不是讲看钱啊，但是无钱嘛是我多办代志。现在即嘛无面子，啊，免嘛，美国毛大人讲嘞，其实。伊安怎讲呢？伊讲安尼，我昨有甲你提起，有一个叫做与那国岛，有听有有迄无？与那国岛有无？是花莲的边仔110公里的所在有无？迄叫与那国岛。与那国岛的山顶，甲你起一个电视广播转播站。咱免去遐转播，咱伫台湾用电脑甲发过，这边就发过来，后摆大家拢看。所以有人讲，安尼来关系去买，啊做啥物节目去甲买时段，咱不爱买，因为咱嘛无钱，我哪能开？啊，即摆做广播，伊甲你听，咱即摆直接对外都拍掉，啊，不过我想做。所以呢，你会想，我前即款代志，我咧公开安尼讲，即咱伫网顶拢看会到呢。我都无惊伊知啊，因为咱即摆咧做诶代志，所有代拢讲公开，我是拒绝机密。我含美国讲，我爱机密。我含伊 CIA 讲过话，我直接就讲，
我下去国家安全会议讲个话，我直接就讲。安尼则是做代志的方式嘛。讲到遮，坦然啊！我唔免讲，伊安尼遮遮掩掩，你看有无意思？因为坦白讲，我嘛唔是讲要去做流氓的，中华民国什么？什么政府官没有啊？我这世人哦，有啦，中华民国我要做过伊的前国代啦。但是做迄个国代，我是代表建国党去选。哎呦，屌，14000票啦！我屌哦，14000票，哇，迄张主席够卡厉害，伊农民党30000票，比咱屌2000呢。但是呢，伫要修宪头前的三天，我辞职。我不修中华民国的宪。300个国代内底，敢若一个人无领，叫林志兴。罗伯兰秘书处打电话甲我拜托的，代表你若无领，我们很麻烦的。我有什么麻烦？我不要钱还不可以吗？所以呢，我甲各位讲啊，300个我无领钱。我因为我一直咧感觉讲，我要替台湾做代志，我要替台湾做代志，我慢慢甲你讲，伫我以前做代志，天救着我。当然，我唔是讲我来救台湾，我无遐伟大，但是拄我好读正经款。全世界哪有这款的代志？我较想嘛想好无。本来是讲，因为迄个正经话较要找个博士较简单咧。你竟然讲去用建设话，会当套伫台湾的地面内，啊，全世界嘛无台湾这个所在，这样复杂，哦，这样呢，所以其他所有论述通通没有用，建设的观点，这就是今天吼，咱要演讲的时阵，最后这节课的时候要合台，吼，啊，所以4月22、23日是第四天就来修。因为咱这名统统报美国，我迄当阵若要报美国，我拢会做互恁看。迄个物件，尤其是伫这边4月28的时阵吼，这名册会搁再一摆到 AIT， 啊，其他要互六个单位，其实咱有含六个单位有联络，我若公开讲啊，这六个单位是对六个单位，美国的国防部、美国的国务院、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代表。美国的 CIA， 美国的司法院，啊，搁一个是美国的，总统，总统办公室，奥巴马，啊个，因为伊毋办法啦，但是即摆伊办，哦，啊，因内底搁开会哦，叫因来甲问讲吼，啊，你搁过美国啥？我讲台湾的问题啦，无甲解决，我一定甲你告你渎职，和你卖做总统。可能哦。所以你唔通，伊怎搞不清楚？等你后边去报备做啥？啊，过来，我甲你讲，国务院甲国防部两个去完成，你绝对唔知。可能。国务院一大堆的人拢支持中华民国，我敢用一句话甲吐槽。你伫王金乌边伫台湾就地合法？免啦，免啦，你当合法嘛？你甲我讲嘛。所以讲，台湾的国家名字叫做中华民国，骗两个人笑，所以民进党笑。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啦，你主席甲你讲的，你有讲过无？有，真有讲。你拢听着嘛？有，所以来都无写，网络有啊，网络民进党。对啊，大家拢知影。啊，你知影你民进党党员，敢唔知讲不可以就地合法嘛？啊，那可以就地合法啦。假设讲啦，就地合法可以啦。西藏已经就地合法，即摆尼泊尔对西藏哦，流亡政府啊，严格管制。尼泊尔内底这个西藏流亡政府即摆哪里选举呢？但选举的是啥物人会当选？伊西藏的人才会当选呢，尼泊尔的人会当讲我若要投票，会使无？当然袂使。啊，恁台湾这边去选当时，因遐流亡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民地选举。啊！咱这台湾人咧凑热闹，我都有收着钱呢。啊，所以伊去搭哩钱，伊嘛感觉讲名正言顺。
我是送你钱，你来把我当我中华民国的总统，所以伊有犯罪犯无？伊没有。啊，台湾人你可能替人做服务啊。啊，你若讲既然讲中华民国不是咱的国名，迄份身份证哦，听我听下了，但是唔通听啊，因为你暂时你需要呢。对啦，咱的民进路若开始发身份证，你甲听下还可以。但是你即马千万唔通听。哎、欸，啊！你唔是讲安尼，我就甲拆掉。不是啊。所以咱即摆来，即摆发这个新闻情况，我也足烦恼的呢。我甲人来收的时阵，我甲伊讲哦，你袂当作假哦。哦，你绝对袂当作假哦。有上有假的吼，咱就吃不完兜着走。所以呢，就进入审核以后，爱上来很重要。后摆人个酒个办公室，伊拢会派人直接办公啊。因为即个办公室以后，咱要甲美国政府要求，我即个电脑个连线要连到中华民国因迄个户籍事务所。后摆遐户籍事务所遐事务员，咱照常爱甲用啊。当然，咱毋通讲哦，我即摆照常甲你用啊，后摆若许我即个人甲取代，咱毋是当安尼讲啊。因为事务官哦，是官方的，啊，政务官一定爱总裁，一定的。我无头路咩啊？无头路你来。咱即马足侪人无头路，我嘛无头路呢。所以，伫这个时阵的转变，我已经讲几下摆，我吼一口讲一摆。民政府是要向 USMG 美国军事政府。接掌政权，不是要向中华民国，所以你免烦恼讲，咱去甲中华民国对抗，免烦恼。所以中华民国的警察也好，中华民国的军人要来抓你，要创啥，嘛不合法，我都无甲你对抗。这道理非常的清楚，啊，其实要建国嘛真简单，照这个做，但是你难。我知影，因这局长吼，会带你开会就甲我讲啊。哦，还好足济人足惊的。我知你惊啥？我讲安，人美国甲你做甲遮尔啊清楚，互你看，啊表现也互你啊。啊，你定你讲美国都没有表示，我說美国那也没有表示，表示遮尔啊济摊位啊，那也没有表示。咱来讲良心话啦，美国。自从咱国宣布以后到今日，表示的很多很多代志，国务院的来计，予你完成，叫你去设办公室，替你办酒会，叫你发身份证，美国行政单位敢无你做？有啊。啊，问题是，咱这边台湾在内地这的人。有去做，当然啦吼，咱即摆第三批做，即边是差不多六十几个啦，但是总共爱几个，我甲算下，差不多爱七百个到八百，七百个到八百个，我才敢甲美国讲吼，我们准备好了，所以我常你讲，你来受训，你免惊讲你的年龄受老啦。无迄个老老唔老，看你的年龄，看你的心。过去因为台湾人唔知影，确确实唔知影，因为日本时代，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迄一天10点来讲，上开始台湾人是靠啊哦，嗨啦嗨啦，战败啦。我阁甲你讲一个秘密。很主席在日本的一些台湾人以前是自据时代的时候1945年这个到8月15日投降以后还要在日本的一些台湾人翻身说、哦、我是战胜国去登记说他是中华民国的人这些人在日本说比较抱歉的糟蹋日本人利用迄当阵战胜国，比日本倒卖、乌市、占厝，趁真侪钱。
就咱伫即个报纸顶面看一寡啦。迄个人，我卖点名，但是你若较巧，你是咧，你是袂知影。迄个人到今日为止，伊只人向阳光阿嗨啦，啊林志升来发现底，所以因反对。其实你五年外来吼，那老早咱个民进路开始创的，安尼其实就算过啊。五年前到今日是完全无共款。五年前拄啊出来时阵封锁，所有外论述拢封锁，外演讲拢封锁。但是即摆伊无法度啊，因为这种网络太厉害。所以。你伫全台湾，你甲行看卖就知。即摆毋知影讲中华民国是联邦政府，啊台湾民政府，若毋知影人哦，我看是迷信你啊。问题是即摆台湾人知影民政府，还阁毋知影讲要怎行。所以毋才有人讲，啊你用民政府，啊要用临时政府会使无？当然袂使，这情况来无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是啥？是要离开台湾这个土地，以外国去设，叫做临时政府。啊，临时政府，啊是讲什么共和国？共和国是咱后摆的目标，第二步，哈、哦，第二步，共和国是第二步。第一步是先自治，掌握国土。台湾是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你战败啊，啊个。波茨坦宣言讲，日本敢来当保留一个岛，其他的岛的管理权，听清楚哦，管理权拢来交出来。所以这北方四岛，和苏联吃，独岛韩国吃，尖阁群岛钓鱼台美国吃，台湾偏哦，中华民国会吃，啊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越南。定在国家里，所以讲，这土地拢本来是日本的土地，啊，日本既然有一些实施宪法，所以这国际法嘞，大家拢踏着地方，甚至唔知影讲，1945年4月7日，日本的宪法在台湾实施，甚至拢唔知影。啊，有个人嘛唔知影讲，伊实施是有啥物作用，意义在哪里？这就是伊的国土没有错，日本的国土。啊，若是日本的国土，你袂当甲吃。所以是安怎讲，咱来行自治的路，唯一的路就是爱去争自治。自治以后，公道，啊，免公道。日本的宪法爱修改，修改一个叫做分离条款。因为全世界，日本这个国家没有分离条款，所以若自治以后哦。来甲日本、美国出面来甲日本讲，你要弄一个分离条款。啊，那迄个时阵分离条款拿出来，咱都会当建国。不过，要建国唔建国，咱来是用头脑休息。那建国，台湾人是足乖交税金的。啊，那建国会交真侪税，你要建国，你要无？你要无？我跟你讲，卖啥骗？我交足侪税金，啊！你你要建国，无人买啦。啊！我咧自治就好啊。我自治，甲靠伫迄个日本甲美国的顶到头，要出来弄回人出来，啊！你遐食骗的无啦？真歹势，世界就是这种的，哪个人就做好运的？啊！但你若无发现这个论述，你就无好运。啊！恁现准时，我昨冇讲啊。咱要搁有足侪政策。哦，我昨一日讲吼，我开两个条件喎。18岁以上，18岁一间厝。第二要甲，迄个欧洲。金华美女。金华美女。要甲伊邀请伊来台湾住，啊嫁予咱遮啦，啊是娶咱遮。咱哩总理大臣嘛，一个听，伊叫较响，伊讲开放国营企业的股票，互守规矩的台湾人，每一个拢有一股。安尼你要搁做啥物代志？啊，我爱做啊，只有足多啦。
真正台湾吼自由足多，是互遐人去吞吧。所以，哦，你问得真好。现主席负责的部分，我都爱去甲咱民政府爱去甲打的。对了啦，安尼跳，即摆你也要从台湾甲中华民国跳。啊，你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甲伊关起金门妈祖。啊，若伊欠咱的钱，甲拍卖啦，查封。我讲国民党要做阵，害我。夏威夷，中国文化城，规个拢总是国民党。一定华航的，所以呢，今日的这个新闻吼，这三天来大家真辛苦，啊不过呢，大家真好运，天气足好的，啊我像我呢吼，这三天甲头前两届吼，唔歹讲安尼讲话讲到流汗，啊即摆真正讲话讲到流汗，我放松看偌好，有在行。是啦，阮有伫行无毋对啦。我伫行咧以前三礼拜已经病三礼拜，看起来你无爱相信。我是三礼拜，伊两礼拜内底啊，三十公斤，即爿方方惊着，逐工去听，逐工啊。所以即个也叫做人吼，国泰病院陈凯模负担。召集便宜来，这四个医生来，因为这人袂使死，即马袂使死啦，袂使死，这人即马袂使死，甲看完啊，啊叫拖去做位去啊，做了后甲看完，贵哦，无嘛无贵哦，伊讲我这个幽门杆菌，啊在海外一直闹赛，两礼拜来这吼，好日子有啦，好一天就过到两到几工安尼。啊！这幽门杆菌吼，即马还袂开始治啊，爱明仔叫伊讲的是爱明仔，明仔才会开始治。啊，所以呢，我的身体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虽然是伫半边闹赛吼，我拜六嘛走去济南演讲的，啊礼拜过去保利演讲。但是我伫演讲的时候，你都爱看袂出来，讲我人伫半边，因为我老爸甲我讲，我这个故事讲互恁大家听。我细汉那时阵吼，阮老爸就甲我讲，我的精神领袖、精神导师怎么样？乃木将军，乃木将军你知无？日本的将军，就是日本甲苏联伫战争的时阵，伫这个辽迄个辽东半岛伫战争，迄个二零三高地伫争夺迄个高地，伊两个好像拢叫伊姓。以前的战争吼，含即摆无同款。以前的战争是天天就是枪毙，啊，机关枪就是杀，就是杀，啊，拢讲是。咱阮老爸甲我教我一句话啦，因为若有一天你含你三个朋友、好朋友吼，坐船接个船入的，啊，你三、你四个人漂流到一个海岛，啊，你存一块饼，用你饼出去，我简单嘛，一块饼到。八到四遍就好了嘛，单单嘛交一个。哦，我印象我像阮老爸用迄课本甲考起，我讲唔对嘛。你搁想看卖啊？看了吧，我想。结果阮老爸等。你若要做领导者，你这块饼爱分做三分。一人一块，予伊。你家己本人伊无食，不要紧，爱搁摕喙齿口啊吐嘴。我已经食饱。各位，这个故事从我五六岁啊，到今日无变。我老爸是教我做，伊本来是道行啊，二十七岁就做国小的校长。二十七岁哦，做国小的校长。那是看打破记录，所以阮爸爸伊个日本老师，若来
台湾的时阵吼，阿妈拢收，所以我甲日本朋友嘛真多。我去今日要讲这个故事，各位了解就讲，有一天在座各位所有人拢在做领导者，领导侪人较少人，做领导者的人，都要有迄个无私的心态，不是讲用嘴讲，啊实际上，我若含咱这同事，你到底去做代志的时阵，我嘛拢同款。我袂讲，啊！你领导者都爱在先排队啦，啊，先创互你食。No， 我伫中国咧办学校的时阵啊，有一摆办自助餐，请学校的老师囡仔食饭。我叫囡仔先去领，先去食饭。啊，了后才老师，啊，我是做啊。你看，中国人惊一条诶，哪那安尼？我阿婆，你比较强哦。领导先吃啊！我迄个，哪讲领导先吃，迄个免卖做领导。你若要做人的领导者，你无一款牺牲的精神，应当做。这是我从小所受的教育，我今日我无改啦。我以前开补习班的时阵，每一天大家话我就教伊啊，大家拢离开，我叫。上早教，上尾离开。在座各位一定会变做领导者。我今日用一句话甲大家勉励，啊，我做一勉励。那变做一个领导者，就是要有这种的精神。因为台湾以前的文化，叫遐中国人破坏的一塌糊涂，你要无去。日本人你看，地震，有人枵死，你捌听无？有人枵死呢，谁啊？虽然有你分饼去百货公司 7-11 你买物件，无人插队，人拢排队，要到位下，走去头前抢，会使无？当然会使，甘愿枵死，入来插队。你走车路，大家拢排队，一架车超过都没有了，大家拢无油嘛。排你头前会当先加一个油嘛？你拢照规矩。命运啊，甲你讲，你爱死，你就爱死。这段就是精神啊，互我感觉讲很可佩。这就是咱后摆台湾人的文化，爱做到这点。当然啦，那后摆台湾人经济拢真好啊，国家有真侪钱，嘛无一定爱甲来收税金嘛。无定唔免收税金，阁爱分予你钱啊！你啊看全世界即摆最近，香港嘛安尼啊，香港嘛分钱对，你分钱啊，新加坡嘛你分钱啊，迄表示啥物代志？表示讲确确实政府的预算内底有拢有真侪假，啊假拢予遐个鬼类了去。咱来当做一个全世界大家拢足爱来的所在，啊咱有啥物好烦恼？民心若无甲改变，台湾人的心意。无甲改变，咱会愧对讲，咱的祖先，这四百年来去拍拼，拢会做会拢非常的欢喜。所以我希望讲，咱民进入所谓新员，会当来共同拍拼，将咱台湾建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所在。即马讲你靠迄个奢侈税，应该无？应该。一万多买几啊亿嘞？表示咱的台湾的税务制度啊嘛，一塌糊涂。你若照税务来看，赚超过几千万的就好啊，60%都爱交政府呢。有避税。啊，即摆拢没交，免交到伊身躯顶有几啊亿，后尾有个人啊，拢总有400间厝嘞，你差地皮。啊，差地皮，你真正想讲？有遐侪钱，有400间厝吗？拢是怎样个帮忙？银行嘛，银行经理先台商比较来讲，啊老百姓即马钱愈赚愈少，赚到无法度的时候，变做讲叫你甲中国合，你袂，你连袂。
中国人已经开始给你发闪光标嘛，给你发钱啊，看到台湾人爱甲跪落去，啊，摕到钱，内心的难过啊，就是讲不出来。台湾人一定爱有迄个志，我枵死，我嘛感觉要枵死，更何况讲未枵死啊，咱要有民政府甲你照顾。所以我刚才希望各位心胸要开阔，内地不要内斗，别人做较乖，做较大个官啥，拢同款啦。因为你每一工食拢是几碗饭拢固定，你困嘛是一只眠床尔，继续创。安尼共同经过咱一代、两代、三代来打拼，台湾这块土地会变作全世界所有的人。做孝心的，敢若变成瑞士同款，好滴。你敢无希望讲有一天会当达成这个状况？你无希望吗？有希望吧？对不对？所以，那我们要接下步。你这么着，一开始刚你这么着，按好人事来做结论，三点来定。新闻看说人要用咸糜，好无？厨师咸稀饭啊，咸糜啦。有啊，我讲叫煮啊。要叫煮啊？我叫煮啊，已经煮啊。等下，等下吼，还佫有咸糜。啊，咸糜好啊。人咧好用的。无叫伊交钱，你请伊食饭啊。伊惊伊讲三点半吼，以后吼，啊大家拢不爱食吼，啊佫剩一堆毛吼，好唔好？好啦，好啦。啊吼，有个人吼，即三间讲。不是很三公斤，第二第二期哦，上悬的记录三公斤啦。很贵耶，冠红。哎，冠红不要吃冠红。啊，各位哦，你尽量吃啦嘿，啊，尽量吃。稍等下哦，因为三点的时阵就上，好吧？啊，等下哦，请老师来，啊，你要大家注意哦，啊，穿的衫稍整理。啊，无嘛，我多啊，你来。那你通知有啥物？唔知啊，你讲唔知，你就有做咧。那通知拢有啊，网上嘛有啊，对不对？是讲叫大人穿西装，吼、哦。啊，好。啊，现在我跟你讲吼，四月二十迄一天，四月二十吼，各位，四月二十，请大人要回来。吼、哦，你讲郭台铭要做贵宾，甲王美秀，早时十点以前报到。啊、哦，四月二十，那是第四天出来。啊，你老好朋友，你感觉讲很不错的，人品大家都真好的，叫伊来加入咱，做伙来受的。安尼来听老师讲。好，安尼咱卖走了吼，大家让老师来哦，做一个最后的结论。啊，咱三点来去上，好吗？好，谢谢。我家吼，缅甸 CD 吼，这个 CD 是2011年环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哈，Part 1, Part 2, Part 3啦，啊个每日联合军事演习诶，这个相片啊，甲迄个影片拢有哈，这是像这个啊，美军在西太平洋军事演习，美国军事实力的展现，这是拢一百块啦，这是咱的工资吼。家己去翕，啊，家己去吹出来。啊，过来是见证二次后美军保护本土台湾人的脸书吼，啊，这拢是影片啦，吼，啊，大家要看，啊，这是爱甲送电影，这爱甲送电影，吼，甲你电影吼，好，啊，那迄个阵大家甲电影吼，第是一百块，哎，谢谢，一天去。行嘞，谢谢老师。好，兄弟，给我报告一下吼。